张柏芝带小儿子做饼干，小 Q 厨师装卖萌超可爱。3月6日，有网友在微博晒出张柏芝与小儿子小 Q 在做饼干的照片，小 Q 对着镜头卖萌，表情丰富超可爱。3月6日，有网友在微博晒出张柏芝与小儿子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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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在做饼干的照片，小 Q 对着镜头卖萌，表情丰富超可爱。